跟大家做我们的疫情快讯哦。第一，我们呢新增的病例总共有九个哈，有一点点开始在紧张哈，所以你要记得哦，不要乱跑哦哈。那我们现在累积的确诊人数总共有144人。我们这一次的总共九个案例，大概分布在哪里？第一个水果商的一个传染链哦，这个有三人，所以这个是在所谓的居家隔离里面发病，所以大家不要紧张。另外呢，我们有一个台中跟彰化社交的一个家庭群聚，那因为小朋友暑假期间哦都会来来去去哦，那台中的一个小朋友来我们彰化这边小朋友家里面住，那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家庭群聚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告诉大家乖乖在家里面不要啪啪走的原因哈，这里就有四个人了哈。另外的话，一个是从外县市移进来的一个单一的一个感染个案，这是从马祖移回来的哈。再来另外一个感染源待查的这个部分的话，这个足迹请大家要多注意一下。第一个，你在5月29号下午1点到2点你去那一间叫做小小阿贝五金百货行哦，那你要拜托你稍微要注意一下，你14天要自主管理哦哈。那地点是在 B 头乡的大同街里面哈，小小阿贝五金行哦。那5月26号9点20到9点半在长义喜饼，是在云林县的北港镇的中山路。如果你有在这两个足迹啊，请你14天自主管理哈，因为呢我们呢总共全彰化县现在有10个医院都有设我们这个 PCR 的核酸检测哦。那从今天开始，不论呢你有没有旅游史或者接触史，你到了这一些医院做急诊的话，只要你的呼吸道或者有其他疑似的症状，经医师这个评估以后，余力进行所谓的 PCR 核酸的一个检测哦。